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刚刚呢，我们的嘉哥，魔鬼主管林志嘉，他说希望他的肚子能够被全世界看到。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好，那我们就来记录一下他的肚子哦。记录一下，现在有在运动。对，现在十一月有没有办法消一点点？好，那我们就360度环绕一下，记录一下，对，记录一下嘉哥的肚子。如果以后减肥成功，对，以后减肥成功，健身教练。真的假的？当 YouTuber 教大家健身减肥，我觉得这样子会很有说服力，就好像昨天那个啊，那个 loser 就是那个郑行茂一样啊，對對對，他就从不会讲英文到会讲，而且很会教，所以我相信嘉哥你一定可以的。哦、等以后我六块肌。好，那话不要讲太早。可以啊，8块肌、12块肌都有可能。好了，自己画。没有，一定可以练得起来的。他们现在在干嘛？捞鱼嘛，晚上要烤肉嘛。哦，好吧。OK， 希望我们嘉哥的肚子能够被全世界看到。可以。